迎收看 YouTube Me Too 高中生烦什么？我是廖梅啊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频道哦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来到中庆高职表演艺术科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？众所皆知，中庆高职表演艺术科租了好多好多帅哥美女，例如什么鬼鬼吴映洁啊、蔡凡熙啊、王大陆、昆凌，还有很多很多艺人明星，都从我们中庆高职出来的。好，我现在讲到这边，大家心里有个底了，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就是来中庆高职找校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来到这个47位同学来帮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校草的票选，请看。好的，那我们直接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介绍今天的5位校草。韩系帅哥方一佳，眼镜男孩李品彦，大眼男神张宇宏，还有成熟欧巴准雕琴，还有侧脸男神罗一杰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马上访问一下同学们对他们的看法吧。同学 Hello， 请问你支持哪一个？我支持你刚刚说的侧脸男神罗一杰。罗一杰，为什么？你支持在哪里？我觉得他从一年级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变得不一样。他一年级长得就是很呆，那时候也不会跳舞，也不会跳，但他现在进步超快，校庆会有很多女生追着他跑，但是他很好又很帅，他跳 Lucky 桥招很多，都被他杀到，太夸张。对，校庆他们在表演的时候，我们叫得很夸张，有外校女生特别找他拍照，要求他们签手机壳，签名签在手机壳上面。对，就是校庆，然后还会拿照片印出来叫他签，里面太多了，他已经习惯了，是不是？方一佳，他跳舞很有个人魅力。方一佳，他反差萌，他开始看起来很高冷，私底下其实很好笑，讲很多白痴的话。他喜欢乱唱歌，郑嘉晴，多才多艺，会跳舞、演戏，他还会主持。郑嘉晴，很文青的一个哥哥，跳舞很帅。你就被他吓到这样子，觉得他很帅。那他在学校很多人追吗？应该蛮多的。罗一杰这样一排看过去，我觉得他最帅。有时候会吓到，因为他很高，很高啊、他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就很高。那有180吗？应该有。站着还是躺着？哦，没有这么细节。红吧，因为他跳舞的时候蛮帅的。李品彦，因为他很帅啊，又很高。可是那个一杰很帅很高哎。是我的菜。哦，不是你的菜，是说 OK。教他跳舞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呆很可爱的。他太帅，而且他有肌肉。放学跟他走的时候，他都会停下来等学妹，因为学妹要上来。好的，让我们访问完同学之后呢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5位校草出场，掌声！哇，好帅哦！那我们先每个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庆高职表演艺术科2年级的方一佳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庆高职表演艺术科的3年级李品彦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庆高职3年级表演艺术科的张宇宏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庆高职表演艺术科3年级戏剧组的郑雕琴。大家好，我叫罗一杰，我是中庆高职3年级表演艺术科。谢谢。平常有什么休闲娱乐？练舞、唱歌吧。练舞、唱歌。你有遇过那种很疯狂的粉丝追求你？有一个 A 妹妹跟 B 妹妹，B 妹妹都喜欢我。A 妹妹跟 B 妹妹是好朋友。可是 B 妹妹不能让 A 妹妹知道她是喜欢我。然后有一天 B 妹妹她就到我练舞的地方买一只 IKEA 的大鲨鱼给我。可是就让 A 妹妹知道，然后 A 妹妹就跟她说：“方一佳是我的一切，怎么可以夺走她？什么这些之类的。”哇，学 popping 学多久了？一年多。那你平常除了跳 popping， 你还会做什么休闲运动？健身。那有腹肌的部分吗？先一下。哇！你很疯狂，或是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？就是每次给我东西的时候，我都会笑。你不会习以为常吗？我没办法习惯。前几天的事情，有一个学妹连续2天送我棒棒糖，我选橘色，然后就是她拿橘子口味给我，然后我就很兴奋，然后我说哦谢谢，这样子。很多人说我像金泰亨。金泰亨有。我会模仿金马奖的旁白。第54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开始。你有没有被热烈的追求过？就是生日快乐的时候，不是很多人会发现实祝福你。然后就有一次有个学妹把我加到她自由里面，然后做一个影片给我。然后我想说你那么用心，为什么要发自由？然后她就说学长，你把手机反过来看。我就反过来看，学长我好喜欢你，可以跟我在一起吗？那刚刚有提到你们都有准备各自的才艺嘛？那我们要不要现场来一段？
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就从你先来喽。下雨的夜晚，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，让雨水静静掩覆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，不会说你太傻了，一点湿透了。我会在这里陪着你。好，可以开始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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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还有别的吗？哇，哦，可以耶，很帅耶。那你可以把我抱起来。哎呀，这，哇哇 ，Oh my O，OMG OMG。好的，刚刚的表演都非常的精彩，让我非常怦然心动。那我们现在进行投票的环节，那要请五位帅哥我们休息一下好吗？好的，那看完刚刚这个五位男神的表演啊，真的要我选的话我真的选不出来，每一个都很帅很可爱。那同学们轮到你们了，这个时候你们一人有一张票，只能一张票选出你们心目中最帅的那个男神，可以吗？ OK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总排名已经在我手上了。那你们现在会紧张吗？紧张哦。那你们如果手中各有一票的话，你会想要投给谁？或是你们会觉得谁是第一名？眼镜男孩，眼镜男孩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他？因为他很低调，然后学妹们都蛮喜欢他。那我们等一下公布排名顺序是二三四，然后最后是一五 ，OK 吗？你直接来喽。那我们直接公布第二名喽，一二三。林品耶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说？我爱大家，我爱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你的粉丝福利呢？收到胸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 ，OK。哇哇哇哇！带领带领带。OK OK， 没问题，再来喽，第三名喽，来喽，一二三，郑嘉俊，哇，第三名，可以可以，第三名。那你第三名有什么话想要说的？第三名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妈，感谢爸妈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一路走来非常的感动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走了什么东西。粉丝福利的话，就敢深情的深情的跟他们说，哇，好帅哦。第四名，第四名，一二三，一家是你耶。是我，下一次会更好了，下一次会更好。没有啦，刚才是有很多小女生喜欢你。好，就剩你们两位了，一起撕，一起撕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！你是第一名哎。第一名没有很棒，因为大家都很帅。对，没错。我们都是全校前五帅。对，没有错。还是碾压其他人。哦。没有。
谢大家，谢谢这两还是有两趴，还是有两趴，这两趴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然后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这个帅哥美女，你们学校有很多帅哥美女的话呢，赶快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会去你们学校找你哦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YouTube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